好，这球打成右半边的飞球，应该是界外。对，哦，界外接杀，哇，球迷专业啊，真的要戴手套，布阵的很好，布阵啊，他就站在那边，然后球就打到他的站的位置，是，他只要把手稍微抬高就好了，而且用手套把它接起来，好，没有问题哦，我们工作人员很快的来关心一下球迷的状况。